有想过一般家里常见的板机也能成为你的运动助手吗？原师 Isa 动次动将在9月7号起，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半到7点推出全新一季节目内容，邀请观众一起做运动。就会想一些可能一些原住民的像原本的一些舞蹈，我应该讲说原住民舞蹈，那如何把它融入在运动当中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结合、一个连接，让他们感觉到更亲近，会让他觉得说，哎，这动作好像我们也做过哦，然后他也可以做得来。每一个阶段的都不一样，但是基本上的话都是可以，就是大众都可以跳的。蛮多就是跟街舞、圆舞，然后结合在一起的舞蹈，蛮符合就是大家都可以去运动这样，流个汗这样。新一季节目前半段邀请 Terry 主持，与专家来宾分享运动健康知识。各年龄层阶级人都可以，透过圆明台的这个节目，然后来改正一下他们健康知识。孕妈咪运动的体验都是借怀孕背带，就里面真的是那个怀孕周数的重量，让来宾来体验，然后跟瑜伽老师一起来做孕妇瑜伽。新一季的 Isa Isa 动次动也推出足语作词的暖身音乐，让观众一起运动的同时，足语也能朗朗上口。原视新闻阿拉斯物流台北市采访报道。